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和给，咱们继续玩一点《神与地下城》这一集 episode 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。这个作品超级酷的，希望在未来能够看到更多这种类型的作品。我好喜欢这种战斗，然后主旨非常简单，不停的往前面冒险的这种小品剧情。那我们上集 episode 的时候来到了英雄商店，买到了一些感觉起来有点恐怖的装备。中间这个是眼睛吗？我的膝盖上有两个眼睛，头上有四个。这个头啊，应该是作者的 skin 的头，作者的名字叫做 Natty Bird， 这应该就是他的 skin 的头。那我们今天要继续往地层的深处去看一下魔王大人到底在哪里，搞不好我们才是魔王大人，搞不好哦。那我们有啊，我马上收回我的话，我刚刚本来想说我们有来过这间房间里面吗？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装备好了，是这个吗？好像一点都不会。一点都不会减少耐久度，哎，果然是勇者装备。那这个呢？救世者之盾。哎，豹们有发现他揍我一点都不痛吗？太猛了！我一个神坦，我好强啊！果然是勇者装备，太厉害了吧！太强了！等一下，那些怪物揍我完全没有伤害哎，然后我又有600多块了。我们刚刚是要进到这间房间里面，是不是 ？Oh my god！ 然后我这边有一把钥匙哦，我先把这个钥匙打开，这个东西里面拿到了一个镰刀，13伤害，反而比我这个还高哎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把它丢掉了。然后拿到了一些有的没有的垃圾。这里有隐藏门吗？没有。我们现在88等，我们花个几块钱把我们升级好不好？好像只要5块钱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有升级吗？有哎，提升等级了。我发现呢，如果我们前期的话，我们先来买这个嘞，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丢在自己的身上，因为前面花一整去升级的话 ，CP 值有点低。我们差不多到80几等的时候，将全部丢掉吧。现在69等，看一下前面还没有怪物好了，再揍个几个怪物。哎呦，前面还有怪物！哎呦，前面的感觉好猛哦，穿金色装备的，他讲。我现在全身神装，前面那个穿金色装备的感觉有点猛，不过他好像没有看到我哎。我们来吃个东西，把自己的戒度补回来好了。又拿到了一些钱。哦，不是你。换成盾牌，我现在连躲都不想躲了，你知道吗？反正他们都会追上来。前面那个感觉好猛啊，他跟我穿一样装备，皇家守卫。我是不是应该先帮你点个火啊？我身上好像没有点火的装备，他揍我完全不会痛哎。我要直接打你脸，皇家守卫什么的超级烂。我们刚刚拿到了什么东西啊？还有掉什么？我们应该现在这个地方直接买等级会比较划算。我的血量超级多，我还可以再升等吗？然后再买一些，差不多再买个4次吧。1、2、3、4，好，一个地方。我的血已经有4排了，82等，然后我可以再升到100等。超多血，我还可以吗？感觉好像不太行嘞，对不对？这样子，可是也有一种好像可以的感觉。69等，我现在在洗等级，可以吗？啊，好像不行，金币不足。我现在血有4排。这间房间里面最尾端有什么东西？有一个宝箱，宝箱里面有什么？宝箱里面有经验，更多的经验瓶，再加上自然守护。这里我有去过了吗？好像没有，果然没有。不过这里都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怪物哎。我发现我现在不用怕他们，我现在血超多。可是我着火了，揍你们！先把这个家伙给干掉，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血量给补回来。我们是不是需要买一点补血的东西啊？我身上很多补血的东西，不需要买补血的东西，我吃东西就好。我们把身上的这个很像盾牌的东西，
好酷啊、哦！他把魔法阵给破坏掉哎、欸。我们还有800块，好，我去买一点补血的东西好了。想跑快了，这边有魔法活络灵药，活络灵药是做什么？自然守护是增加20点血量。那另外一个是什么？活络灵药啊，活络灵药就是补血的。活络灵药是补血的，那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活络灵药，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应该够。自然守护放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我觉得我们东西都准备就位了。希望准备就位，我们去下面咯，感觉是打 boss 的地方，这边绝对是打 boss 的地方。嗨，最终决战，死亡领主，我可以喝点药水吗？自然水。Oh my god！ 这声音好酷哦 ！No， I will destroy you。Come on。他们是守卫，感觉小孩没有很厉害，而且我的血量多了20点，超级厉害的啦！不过只有维持30秒，不过我身上还有很多自然回复的东西，不怕你们。吃我的盾牌！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武器要用的时候了，拿在身上。拿命来！啊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！就他妈的，再来！哦，好痛哦！还有凋零伤害，走开，走开！哎呀，还有什么东西在攻击我吗？好痛哦！他速度太快了！就他妈的，不，哦，解决了！什么什么？什么 ？No， you will not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凋零。No， Oh my God， Go away！ 我打凋零哎！啊！走开 ！Oh my god， 好刺激啊！下来，现在，啊，去死吧！我打赢了，！Oh my god， 结束了。啊，好刺激哦！恭喜你破关了，感谢你的游玩 Native Bird 所制作的，感谢名单。哎呀，我现在还在那个战斗的气氛当中，我才是王！哒哒哒哒，等一下，我要把我的头盔拿下来。哒哒哒哒，好哎、欸！好啦，这个系列到这里就完结了。我希望爸爸们喜欢这个系列，未来如果能够有更多这种作品的话，爸爸们如果有知道这类型的作品的话，都可以推荐给我。那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也不要忘在左下角有一个喜欢，在左上角有一个订阅，随时订阅频道，随时跟这影片动态。我们下一集episode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